寻宝家，谁才是行家？行家，今天这位行家他收藏的物件啊，据说都是跟大寻宝家的专家老师们一边学一边买的。因为他说专家在节目里面都有讲哦，就是记得在买物件的时候要买好的，买大的，把钱花在刀口上，收藏好的物件。所以呢，他其实就跟着哦，这六七年集中买了好多物件，希望未来呢可以留给儿子，留给媳妇，同时也想趁这个机会呢帮他的大儿子征婚一下，看看有没有好对象哦。另外呢，也因为他其实也懂一些些的设计，所以呢，今天带来了一些其实也可以说是他非常喜欢的作品，要来跟大家分享。让我们来欢迎邱秀琴邱小姐，你好。有没有一句 slogan 啊？是。欢迎邱小姐，您从哪里来？新竹。新竹，我们刚刚有讲到说，有儿子嘛，哈，还有未来会有媳妇啊。你有几个儿子？两个。两个儿子，那什么因缘机会之下报名大寻宝家？嗯，因为每天都在看，所以想说把自己的宝物拿来验证一下。对，因为我看了一下，好像您都是差不多是在这六七年前，很多物件是在六七年前啊，那时候刚有大寻宝家的时候开始看，开始收，开始买。所以来我们看一下宝物大集合，您看看今天邱小姐带来的，我觉得所有的行家该买的够大够好的物件，今天邱小姐都帮我们，是啊，我们担负着这种社会教育的分享的责任。拢马力，拢马力，一直讲讲买买好买贵的啦。然后我们没有讲没错，我跟你讲哦，拢恁呐。我们在课堂上教的，在这里讲的，对，跟有时候客人来跟我们交流聊天的，讲的通通都一样。嗯，因为我们教的学生哈，真的是哦，这包罗万象啊。对，有刚这个入将要入社会的这个大学生，对，也有在职训中心这已经就希望第二次职业的哈，一些就在训练的一些学员。那也有一些这个很夸张的，看我们节目的老师哇厉害先哦啊，我又没有教过你一本笔记，大寻宝家节目里面的秘籍全部记起来。我的老师哦，秦老师、李老师、廖老师、赖老师哦，下个月你们都要负责，你们都要负责。今天这一位就是好学生，他都有听话，而且买的都是很好的物件。第一件我可以看得出来，应该是个男款的戒指哦。来，这个马鞍翡翠的戒指买多久了？这个大约六年前买的。六年前最失心疯的那一阵子。对，那时候买多少钱？失心疯，9万。9万元，对，不便宜耶。自估价您觉得给到多少？这个自估价，我是觉得应该可以到15万吧。因为你看它这个绿哦，真的是很漂亮的绿。您自己去买有没有带比色石，或者是带自己其他一些物件去做比较？没有没有，就单纯喜欢。那你店里面这么多件，怎么会挑这一件？因为我就觉得它很漂亮啊，所以带它来亮一下。有概念啊，就是漂亮。那你买的时候有没有带笔灯？有没有带放大镜？对，那时候因为毕竟那是六年前嘛，他现在一定会比较菜，现在老鸟了，一定会带，一定会带，因为其实店家他有提供，有提供，所以你有没有照来看？有没有照？有。我跟你讲哈，店家哈的笔灯你要先检查一下。哎呦，他只要他的那个电源很充足，刚换电池，对，他的电力很强，灯光很强，强到的时候很多的翡翠有瑕疵，你照上去看不到。这时候你就要拉远一点。那像这种适中的，他可能要先试一下。那在某个角度有拉远拉近都看不到瑕疵，那没问题。是。然后很多人就是一开始就是断章取义啊。然后有笔灯 OK 啊，照下去哦，龙博 kiss 的没有裂，其实要小心一点。有时候因为太强的光，太强光你看不到。是。所以这要练习的。好，那这一件是买给儿子的还是？其实是买给我自己的。自己带的，因为我想说自己有点中性款的话，以后儿子可以接。哦，这个想法也还不错。来，廖老师，刚刚那个灯光的部分我要补充一下，因为呢，你带自己的笔灯过去，或者是店家有提供你笔灯哈，这个都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你跟店家讲说，我要带在那个太阳光下看。全部都现出原形，店家哈也都很聪明。今天你要看翡翠，我可能用白灯跟蓝灯。
调整。等到你要看红宝的时候，或者是看红翡的时候，它又加了一个灯，红光。哇，原来珠宝店也有灯光组，我以为只有摄影棚才有。我跟你讲啊，哇，珠宝店的灯，珠宝店的灯光呢，比我们的摄影棚更标准。你要看什么颜色的宝石，它就加强，它就会调，它现在是可以调的。哇，强弱。颜色是可以调的，所以我跟各位讲，就是你最好拿到太阳光下去，是现出原形，因为你要买一个好的物件，买对的物件，一定要这样做。我跟你讲，老板很担心你会夹着物件绕跑，好不好？不会，你要说老板，你拿在手上，我跟你去户外太阳光下看一下。所以这件事给自己的，您自估价是多少钱？15万吧，15万元。第一件，我们来试试看到底眼光正不正确，因为这件是跟算是认识的朋友买的嘛，所以应该有点信心。我们来试试看，请见价。就蓝底色其实是有界限的，它会再浓一点，它明显就是灰。我举例讲，像这样子的，这号称的腰子。哇！那总之啊，哈，就是像这样的一个翡翠，我还是这样再次的建议，这比色石是真的很重要。我们都在挑战嘛，大神，等你来开房。想开房插花摸一把吗？我们都在挑战吧，大神 APP 等你哦。请见价，12万元。恭喜，还是有赚钱哦，不错不错。像这样的翡翠，是它是漂亮，对，然后也无瑕，就小了一点，所以说您说要这个要到很多钱不容易，我讲了12万，其实已经到顶了，就是它再来的空间也很有限，我这是个人的感觉啊，那因为它第一个它的厚度，它是把它做成梯形，所以可能。这样的做法就是做成中性戒指不错，或者很多人会把它拿来，我举例讲，找一个类似的做成耳环配对会更值钱，或者是说把它做成坠子也很显眼，那当然它的颜色也够阳绿，也不错的，就是说颜色当然不是说均匀的不得了，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啦，所以大约在这12万的话来讲是可以的了，那您当年买9万块，那当时到现在来讲，这样的东西啊，它不会，真的它不会说哦不得了，一路都上去，我看是有限的啦。但是呢，你还买的还是正确的，对，第一个品质是够好的。好不好？好，谢谢。说真的，这个没有到9万，真的也是买不到。所以这个算是还蛮高的入手价，但是它的保值性还是够的。另外这一件紫罗兰，每一个爱翡翠的玉友一定要有的，对不对？来，这个紫罗兰你自己帮他打打分数。几年前买的，你觉得怎么样？这个大约9年前了。9年前，对，你觉得颜色？颜色够，但是底子有点粗。哦，所以那个时候有没有杀价呢？有，那时候店家是开3.8万，然后你成交价是3万，3万元。现在自估价给他多少？我觉得应该有1倍成长吧，应该要有1倍了。时间都过去那么多了，对不对？是算是早期的收藏。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看大寻宝家，那怎么样去收集这些知识呢？上网查。上网查，上网可以看到一些资料，对不对？紫罗兰是怎样怎样？因为那时候还不太懂。是，对。因为有时候说真的，文字上的形容跟你肉眼在珠宝店上看有差，要练眼力的。的确是这样。对我们这些小学生，对，尤其啊，在您开始入门的时候，我会建议您呢，就是是找专家也好，找朋友也好，或怎么样，或到珠宝店去走走，问，多问，真的多问少买，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呢？我还是这样子，这苦口婆心的跟各位说了哈，就你要准备1-2颗那种比色石，这很重要的，因为你今天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不知道，当然你身体不舒服了不会去买珠宝，我也承认哈。
但是假如说今天我们说有阳光可以看，万一今天下雨了，对，那你有个比色时，总是有个准则，比较不容易出错。哦，这是我的看法哈。因为这一件算是早期买的，那时候还没看过节目嘛，所以也不知道带比色时。我觉得它是带了一点点略灰一些些啦，就紫罗兰来讲。但是价格上到底可不可以有成长？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来，请见价。55,000元、还不错，接近6万元，恭喜，也还不错。这样的紫翡哈，就是说您买的时候，其实它有大量的，因为是不大，就是您买的时候，它有大量的跟这个类似的颜色会更艳的。是。我举例讲，像这样子的，这号称的腰子，哇，这就其实当时以前的也不会差太多钱。对。那老板在进货的时候，其实他进的时候。它是整堆整堆进的紫罗兰的哈，这么小的紫罗兰，它不会一个一个买的，它是买一包的。那我觉得用同样的这个模式去买的话，比如说你动之以情，或者你常常是常客，他愿意一样的价格会给你好一点的。那最主要说哈，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主持人说的，它就是带灰色。那好听叫什么？叫做蓝紫色。对，这蓝紫色其实是有界限的，它会再浓一点，它明显就是灰。这个会哈，所以您今天哈这个戒指能够值到55,000块，是这个托这个 K 金啊，这黄金暴涨，对，工资现在又上涨哈，所以它能够综合，当然也是幸运之一了，对，总之啊哈，就是像这样的一个翡翠，我还是这样再次的建议，做比色时是真的很重要，好不好？明白，谢谢老师，给您建议了哈。好，谢谢老师。来这边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老师的学生哦，边买边学，有下手的时候就有机会可以，也可以跟店家再切磋。对，毕竟最后要不要买，决定权是在我们消费者身上嘛，对不对？但多看有帮助，就像多看节目一样，你说你每天都会看嘛，对，对不对？然后有时候就会看，哎，对，回想起来我自己好像也有这一件，哎，对，所以你看像这一件，哦，很漂亮，很温润，我觉得它整体是非常温润的，然后中间有一个观世音，对，哦，还有光芒，它算是比较雕的比较浅一点的，但是本身它是够厚的，你看整体非常的厚，这块白玉，对，很漂亮，应该没有戴过吧？有点重量，因为有点重，而且这个绳子要非常小心哦，对不对？的确，来蛮温润的这一块，多买多久了？这个也是6、7年前买的，是。对，来当初买多少钱？哎，链子跟牌子是分开买的，牌子那时候买了9万，哦，对，然后链子是分开买的，然后链子买了3万。哇，你看这个大手笔耶，这个加起来要12万。那当初怎么也想要买一个白玉？因为没有。就很多人讲说啊，这个我没有，是收集。这个我没有，我收集。对，在收集之余啊，哈，就是下一个。当然，每个人对金钱还有对他预算哈，这个所谓多寡哈，每个人的标准不同啊。对，我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您可能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在看节目的时候没有注意啊，这个白玉啊，它很大的要件，第一个当然就是油不油，白不白，这白够白，有油性啊，哈，要差一些，是干了一点，所以你就可以多看一些哈，可能到时候当时在买的时候，可能就会多考虑一点，除非呢就给了一种阿伯，一般都是 OK 的，一般不太会出错，都不会出错，对，而且他连这个链子，他后加自己再去找，是颜色也算还蛮接近的，我觉得很用心的，对，只是因为这个白玉真的非常的厚。所以这个珠子我都很担心，有点很担心，觉得它太重了，难怪他不敢戴，有点可惜。那时候怎么会想要花这么多钱赌在白玉身上？因为小时候没有啊，然后就是因为没有，就是我们什么都得要拥有一下，对不对？而且也够大嘛。但是这个物件赌对赌错，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难得的白玉，来，请见价。12万元，还不错，对，那最主要就是哈，这个油性不够了。当然油性够的话，好像这么大的牌子是会贵很多了，这是的确的。但是你可以借由您的就是喜欢，对，去盘，这个盘哈，这种事情哈就很难说，有时候哈它质地够温润，
这盘着盘着盘着，这个油性就跑出来了。就是说珠圆玉润，那个润那个字啊，哈，你很难想象，但是你又会身心就体验出来，哎，这个润度非常好。啊，我的现在摸起来都是那种粗粗糙糙的，好，要它平常讲的光泽，就是一般的，就是所谓的它蜡状光泽，它就不会说很那种油亮的感觉。但你说，那我去买婴儿油涂一涂，黑不好了，黑不好，你还是要。就是借由您的哎，平常的盘啊、练习啊、喜欢，哦，这所有的珠宝哈，其实都是有精神的，这讲得很玄的哈。你常常跟他接触，他其实会跟你交流。好，下一件，哦，下一件这个，哎呦，哎，很够大够厚。哎，果真呢，节目有认真看呢，哦，要买好的东西，你看，都是买这些像样的，他挑的都是厚的，只是哎。如果你要当坠子戴，是，我这奇怪，这打在中间，那我线不就得这样穿过来吗？对，这样就不好看。是，没错，对不对？但是到现在都没戴过，到现在都没戴过，对，就当手把件了，放着。但是平安扣没戴过，好可惜，因为它其实说真的雕的还不错啊，我觉得它雕的。剃的也干净，然后看起来是龙嘛，对，蛮适合男生戴的。这边还有玉珠哦，整个立体度也是有的，那水头也好，整体来说是不错。几年前买的？六年前。都是同一个时间买的？对，这都是六年前嘛，就看完节目一次就给他来。对，那时候买多少钱？哎，那时候也有杀价，杀到后面是30万成交。啊？多少？三十万。我刚刚说三四万，三十万成交。对，您现在自估觉得它应该有多少？哎，应该会涨吧？应该会涨，是涨多少啊？够厚。那您觉得应该涨到多少了？应该会超过40万。应该可以超过40，很保守哎。我知道你当初有试着想要。去做家乡可以戴，来跟我讲一下当初想要怎么做。因为那时候我想要绑绳子，可是我觉得那个龙头会盖住整个雕刻的部分，会盖住就不好看。那怎么办？那时候我是有想要用镶的，对。后来我也跟师傅说，你可能就是用试爪镶住，然后上面做一个扣头。可是师傅说我的想法。太麻烦了，太麻烦，不愿意做，他不做，对，他光听到这个30万的东西，他就不敢了。那后来怎么办呢？后来就一直放到现在，就摆到现在。廖老师，廖老师，请帮忙啦！这里有一位病患，他已经烦恼6年了，就放了6年，不知道该怎么卖。可是他买30万，因为这应该是镯心的大小啦，哦，哎，真的很漂亮，可是却没有办法带出去。薇安娜。她老公长得那么高大又帅，这个东西就应该给老公戴。因为我做过皮带头，像这种大的物件呢，我帮人家解决过很多问题，而且老公天天戴，敢不敢戴？敢不敢戴？扒皮带头可以吗？可以哦，哎，他说 OK 耶。我跟你讲，因为龙呢是95至尊，是男生就是要站出来就是95至尊，然后人家把它当做皮带头，对，哎。天天带出去都是老婆的面子哎，因为老婆帮我做的，老婆帮我买的。可是老师，我还是要问一下，你说如果他是当皮带头好了，那他是怎么样去用做爪子抓住，还是不可能粘住嘛？要怎么弄？所有的物件都一定要有一个底座。对，底座。好，我们这个皮带头，金属的部分是不是有这么大？对，这么大的话，你后面要长脚，要怎么长都可以。你中间这个的话，就放一个珠也可以。哎，一个半珠，这个珠在这边的话更美了，点睛一下，会发光发热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只要有任何的一个洞，都是我们要做 K 金的配件用的。哎，要不然的话你没办法做，你只能够做底座。但是我如果把它做在皮带头上面，这个金属座就很大啦。皮那个很稳，很稳固。男生戴皮带头，你看看，就是要重。要厚重最好了。哦，哎，这样感觉还可以。因为这个雕刻的时候，这个洞哈，上面有一些翡翠还有遮的。对。所以要做这个金属头哈，是有一些小困难，只要做铆钉的，就直接给它铆死，可能会比较理想一点。是是。要不然你要转，可能它的方向还是都就是说不会很垂直上去啊。对。有一些小问题哈，但是基本上来讲是还蛮特别的哈。对，我们还比较少看到像这样的物件哦。说真的，它够大，够厚。
而且入手价也够多，但是呢，能不能达到我们自估价这个价钱？我们当然都希望往上走啦。可是你这个入手价真的高到我自己都很替你担心，你应该也有点会不会有点害怕？还是你觉得这个来源你没有？你觉得很相信他？你觉得应该没有？来源应该蛮相信的，只是觉得会不会买太贵？会不会买太贵？见价就知道。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来，请见价。12万元，糟糕，糟糕！这样的一个典型的就是物件哈，哦，买太贵了，这时候的拙心了哈。对。然后呢，最主要是哈，它的用途，就像廖老师讲的，它可能坠子也不适合，很大部分拿来做手把件，用途变少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它的这个是属于那种我们称为叫做冰糯种。它还是属于那种比较靠近糯米种的，它并不是透到不得了，只是水头不错，这卖的人一定肯定这样讲。是啊，这个我们也在广州啦，在四会啦，在平洲也听多了。哎呦，这个水头好好，这很老种，是这么说的。那其实它基本上就是有一个标准，再来就是它的颜色的分布啊，这颜色分布它是属于那种非常淡的绿色，但是洋绿色没有错，但是它并不是那种很突出的洋绿色，很普遍普遍的这样悠悠的。今天只要这个手镯，它是一个手镯，像这样的颜色，它价钱不低。但是呢，像这样的镯心的哈，就一般般而已，好不好？好的，谢谢。我曾经帮客人解决这样的问题了。那事实上你买的也太贵了，我直接讲。那因为客人呢，他就是要当皮带头。为什么要当皮带头？你知道？因为她帮老公买了什么 Hermes 的皮带，或者是 LV 的 ，logo 又很大，她老公就想要低调，所以我帮她用了她本来的坠子也都不戴，就把它当做皮带头。当做皮带头，哎，她老公就很喜欢。因为我知道，其实她愿意戴也是因为她自己有收翡翠，对不对？对，喜欢了哈。你们两个都是同好，是不是？是。太好了，遇到同好是最开心的事情。因为我买你也买，大家一起聊 Loki 的时候，不会伤感情。最怕的就是他不懂，每天都在研究。但是有害怕就是两个互相帮衬。是有人要拉，要踩刹车，有真的，太好了，我也这么看，哦，两个一加起来，那再加上我，你们是哪一种？你们是哪一种伴侣？你们是互相拉扯的，还是互相说对就买他对？研究，哦，研究，因为我知道他本身是做木艺的嘛，对不对？所以其实他如果真的拿来做皮带头，也还蛮适合的，对不对？哦，来下一件，这看起来这个镯子。标准款就大家一定都要有的哦，来，我觉得还算蛮优雅的。对，这个也是6、7年前买的吗？是，看了节目买，多少钱？哎，22。那你觉得现在应该要给他多少钱？6年过去了吗？应该有个25吧。那您当初是被它的颜色所吸引？哎，对，然后还有它水头啊，水头很好。是，我看你挑东西的确都是挑水头好的哦。对。但是这是属于你自己有没有研究过，或者是卖家有没有告诉你它是什么种种植？冰种啊。因为有去，我自己有拿去鉴定，有鉴定过了，是不是？有花钱鉴定过了，是不是？所以鉴定的结果是天然翡翠，对，对不对？所以当然你自估价就可以往上走啦，对不对？所以你刚刚说自估价是25万，老师你怎么看？像这样的翡翠的手镯哈，它这标榜的就是水头好，对，然后水头好，然后就是这个围是标准的哈，戴起来很优雅，对。但是呢，它就是很明显的，这个不是在这里灯光而已，你到阳光下面看，它也是很明显的，就是带灰色，灰蓝。这个带灰色哈，在这个翡翠的收藏的哈，它是一个不是说什么重大的什么缺失啊，它的确是个缺点，就是说它这个你戴起来就是。灰灰暗暗的，然后呢，就会有某些族群喜欢而已。我说实话讲，像这样的翡翠，那差不多40岁、45岁以下的这个漂亮的小姐，她是绝对不会青睐的，她看都不看一眼。所以说哈，您就是说在这个选择的时候，就会建议您还是要多看。就是我举着您这个例子来讲，这两个比起来，那您手上戴这个就好多啦。基本上这是一个很好的物件，这是毋庸置疑的。一比就知道说它的这个振阳率非常漂亮，这是够厚的。是，那再来就是，哎，小了一点点。请见价。啊，买贵了。今晚你有空来开房吗？挑战吧大神麻将手游即刻下载。
举个您这个例子来讲，这两个比起来，那您手上戴这个就好多了。对，哦，你说这个有绿，它不是绿，它真的是灰。嗯，哦，所以你就要有一个相当程度的这种认知。对，哦，这种认知很多人就是以为你，因为这个东西啊，你在黑底下面，你在这个蓝底下面，黑底下面看着是绿的。对。其实它是灰的，哦，只是你不自知而已。是是，欸，很多陷阱哦，真的要很小心。对，因为水是不深啦，我觉得还好啦，多练习多看啦。很多人讲，其实哈，我常常跟学生讲，我在职训中心教书，教了24年，我说哈，假如说你真的是要做珠宝生意，然后呢要很快的。有一个一笔生意，我直接讲没关系。上课我这样讲，你要一笔翻身，很快就赚到一笔钱的话，所以卖翡翠是最快的。只要您这个言语善于言辞哈，然后这察言观色，然后有基本的翡翠的这种知识哦，其实这顺着顺着走的话，不要卖假的。我说 OK 了。好，那这个我们希望它是天然翡翠，鉴定过了，绝对没有问题。只是价格上来讲，会不会跟刚刚一样买贵？我们来试试看，来，请见价。18万元啊，买贵了。这个我们还是跟各位报告哈，就是很明显的典型，就是所谓的灰色色系的，那您就会要小心一点，这样子。好，它只有差一点点而已，但是它的确就是属于这个色系的手镯，就是大约这个。其实这个我们哈看太多太多了，是。现在在坊间的哈，像这样的一个手镯，这个颜色。好，那20万以内的比比皆是啊，很多。好，那只是当时它进的价格，它的数量多寡会影响价格。18万是我觉得 OK 的标准价格，谢谢，谢谢老师。哇，老师你再讲，他一直往我这里站，你知道他有多害怕吗？来来来来来来，我们站到中间，很紧张，他很紧张，到后面他的那个自信心就一直不行。没啦，还好啦，我们要靠下一件翻身了。我告诉你，你看看这个绿，我觉得可以了吧。跟他比，你看看有没有那个一比就知道说他的这个正阳率非常漂亮，就是小了一点，这小葫芦很小，而且有封底，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女生戴，尤其是我们今天穿深色一点的衣服，非常亮眼。它小，但是你绝对看得到它，对，显眼。因为它的颜色真的很娇，所以这对耳环买多久？也有五六年前的时候，也是五六年前，刚好都是疫情前入手，都是在珠宝店里买吗？这个是不同家，对不对？对，陆陆续续找，对，你都在哪边买？您住在新竹，在新竹，对，新竹很多贵妇啦，赶快去开分店。新竹都是贵妇，老师会先去开大手笔的，都是那么多本钱，对不对？你看这个真的很漂亮，一再橱窗你一定会被它吸引的。是，所以那时候买多少钱一对？那时候一对买了10万，一对10万啊？对。啊，现在你觉得它可以涨到多少？应该12万有吧？应该可以哦。这个葫芦啊，哈，是一般大家最喜欢的这个雕件啊。戒指啦，这种雕件之一啦，哈，那葫芦的代表意义就是健康，嗯，因为我们自古啊，葫芦里面装的是丹药，嗯，对，然后还有什么悬壶济世，所以这很多的这种医生太太啦，健康医生啊，女的医师很喜欢买这样的葫芦的药的这种配件，是，还有什么呢？还有它就是说代表福气，对，取那个谐音啦，没错没错。那当然还是那句话了，那葫芦当然我们看的时候侧面看，它要够厚，这是够厚的了，是，啊，再来就是。哎，还是呢，小了一点点，精华是没有错了，嗯，哦，这不能见猎心喜啊，哦，这就是眼哦，钱就不是问题了，嗯，不是这样子，对，还是要稍微评估一下哈，是，那当然，其实整体上来讲，我认为是 OK 的啦，啊，颜色啦，什么什么都可以，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很好的物件，这是毋庸置疑，对，但是价钱，但是还是要给你一个行情价，他买进来的时候10万元本身其实已经不低价了，6年过去他。觉得应该有12万，我们也来试试看，好，到底这个是缴学费还是赚钱？来，请见价，8万元，买贵了。但是它的确是不错的，10万元。这个好，刚怎么样补强哈？有一个方法，这我也尝试有这样一个经验过哈，就是好，您再多买几个。我讲真的哦，不是说我们别人笑诶，多买几个类似比色，比完以后哈，把它做成一个套链。好，那套链哈，当然就是要请师傅啊，请人帮你做套链，弄了一串这样下来，这样套链，真的很显眼。
我觉得这个小巧可爱可以留给媳妇。是，你有两个儿子嘛？对不对？对，现在是大儿子单身中。是的。你住新竹，该不会他们在竹科上班吧？是，两个都在竹科上班。对。哇，赶快开放！不用烦恼了啦，还有开放真有廖老师，廖老师，我竹科的，对，竹科女婿，你可以吗？我愿意啊，愿意嘛？哈，大儿子几岁？32，哎，刚刚好，刚刚好，刚好哎。可是你女儿愿不愿意哈？到时候她愿意就留一下，留一下赖啊。看我女儿的妈就知道，可以啊。女儿的妈当然可以，叫女儿，女儿眼光很高，好不好？这边开放真有啦。然后因为这个媳妇嘛，等一下留电话给我。对，媳妇就是媳妇的，留给媳妇的，好不好？没带过。哎，安龙呢？吉赛有。这是吉赛，但是他有 OG 的在家里，哦真的哦、没有带来的，锁在保险箱的。我愿意，我愿意。好，这是留给媳妇的。请母好，先叫，先叫，先你。这一件一看就是哇，很漂亮，我觉得是有设计的哈，因为它是这样戴吧哈，应该是像这样戴，还是它也可以，还是倒过来。我那时候是单买裸丝，来你戴给我看，因为这应该是你自己帮自己量身定做的嘛，对不对？来，我那时候单买裸丝，我是想要这样戴，啊，不错，懂。然后有时候可以挂个链子当坠，哦，当坠子。他有办法卸下来吗？后来我觉得他后面忘记帮我啊，要开一个孔，对对对，对，不然他是可以这样子的。哦，师傅忘记帮我这边开一个孔，没关系，我们再去开就好了。对，这样子感觉可以两用啊，而且本来一开始是买裸石这个祖母绿，对，这个祖母绿买多少钱？大约是5万多。五万多，多大？那个时候他跟你说就是1.7，1.7克拉。后来买了之后，1.7克拉买多少钱？那个裸石5万多，5万多，然后再去做台子，做完是大约差不多8万，台子8万。这里哈写1.4克拉，1.4，可能是您的这个手上这个才1.7。可能吧，忘记了。哦，是，对，没有关系，就这个来讲，也差不多这个大小了哈。所以等于这个祖母绿加台子，加起来是大约差不多快8万，大约8万。那我觉得这个价值感还不错啊，这一件。哎，廖老师，他本来有想过说可以两用啊，就是戒指也戴，坠子也戴，是 OK 的吗？加动就好，还是你觉得这个不太适合？其实我们先这样去看，你如果把祖母绿哈戴在戒指上面，做成戒指，然后呢，它是可以晃动的，好，就等于是拿了一根木棒来敲自己的头，因为祖母绿是比较脆弱的，不应该这样做，你如果是像翡翠的话，它是韧度最高，所有的宝石里面韧度最高的是翡翠，是，那你翡翠来做可以，对，其他的宝石也都可以，但是呢，祖母绿千万。要小心，我个人觉得说安全度上面这样就不对。那你如果说好还要能够做成那个坠子来做的话，那你穿一条链子过去就可以。有的人是这样了。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戒脚哈，这两边就等于是穿孔，让你的那个链子可以穿过去。但是因为是祖母绿嘛，所以相对的你那个链子要稍微粗一点，是要选择。那我问一下哦，邱小姐那时候买的时候知道它是什么哥伦比亚啦，还是哪里的？知道它是哥伦比亚。卖家有跟你讲是不是？对对对。卖家跟你说它是哥伦比亚，那个时候你一口气买了两个吗？加上手上的这一个。是。所以加了台子。为什么你又想要买哥伦比亚的祖母绿？因为我觉得大勋毛现在有教，上课有认真啦，还有，我就说你们这些人哦，害人不浅吧。节目看了，这个我没有，祖母绿我也去买一下好了，而且哥伦比亚哦，我要哥伦比亚就开始去找。建议其实不是我们害人，是怎么样？我们是给他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呢，我们害了谁，你知道吗？害了谁？这些老板，珠宝店，对，没有哥伦比亚不能卖，真的，他就是每个来都要挑哥伦比亚。如果说没有哥伦比亚不能卖，只是就东西的价值上来讲，我们就会
有这个所谓的高低之分。假如今天他是用上比亚的祖母绿或别的产地，印度的哪里的，然后他可能不是很了解，也不是刻意骗你，随意讲说啊这是哥伦比亚的，那这样任意讲两兆之间，你带回去又结果发现不是，他说当时我买给你是哥伦比亚的，现在你拿不是来高辉，就很麻烦。可是我们亲自肉眼看，一般我们的消费者也很难看得出来它的产地啊，又不像你们有仪器，有鉴定书啦，或者说他有开给你吗？他有开，后来我自己又再去。鉴定真没有问题，好，那就没有问题。这个很重要的这些知识哈，现在我举例讲，最近我们有人来鉴定，好，那鉴定他就拿了很多宝石，说这个都无烧的。要打证书，跟赖老师直接讲，直接下指令，说这些都无烧的，鉴定的全部都有烧的。就像斯里兰卡买的时候产地，因为现在景气不好，对，反正你想买什么，我这个就是什么，那就糟糕了，对不对？那就打个加灰啊，对，啊，到时候你拿回去说，哎，你怎么卖我这个不是隔了，不是这个，只是有烧的，不是无烧的。他会给你回去，他只要不跟你和解或不想做你的生意，就说我当时给你的都是无烧的，你现在拿有烧的来跟我乱，就没意思。所以现场就很注意，比如说你要有当地的鉴定所。我举例讲，比如说你自己本身相当程度的修为，这个都很重要的。都花到很多钱的时候，当然小钱是无妨。我意思就是说，这个祖母绿哈，本来就是，哦，这哥伦比亚它这。假如同一个等级来讲，它的产地的确有它的所谓的叫做传统性，这的确有这个现象。好，那这一件我们也来评估看看。好，您自估价觉得它现在应该走到多少？我觉得它应该有150,000吧，应该快一倍了，对不对？ 对。那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好的，老师请见价。14万元，还差不多，恭喜。它的确，照了几个照片，各位看一下哈。那为什么说这个是它哥伦比亚祖母绿哈？好，那的确哈，这鉴定的时候它会有很明显的三项物哦，这个好哦，这变形的这个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祖母绿就哎有这种三项物。那再来我们这个祖母绿的颜色的品质稍微比色了一下哈，比较一下。这个哈，李老师拿了我们拿了一盒哈，就属于那种艳绿色的 ，vivid green 的。那这样的品质就它是绿色，就是 green， 就是绿色的这个祖母绿，所以说，假如您这个去打证书，要打出来就是 green marrow， 就是这个微油，那当然就会建议你，就是以后假如你喜欢的话，就是找一些像这样子，哎，这不是美丽绿毛毛灰哈，台语听得懂，可以了。就是说，好像我们都会建议学生，好像假如你做要做这个行业要怎样，就要准备像这样小的，不要太大的，那好的祖母绿，颜色很深的、很浓郁的、很漂亮的，然后你就放在手上做小戒指，然后做个比色石，会建议，我只是拿来说建议各位说，像这种小的不会太贵，对，你就做一个小尾戒、小戒指戴在手上去比色，你永远不会吃亏。你看他为什么呢？讲多少钱？因为它的火光。它的颜色，然后再来，它不会太贵，我会这样建议你。所以您这个哥伦比亚祖母绿是买的很好，价格上来讲，为什么？其实这个在几年前哈，并不是太贵。这个祖母绿突然哈，在这个3年前、4年前，哇，不要说哇哩嘞难听，哇，它一直上去。哇，那6、7年前买是对的，对，这个时候买的算是很低价哈。那后来我们一直在国际的批发商拿来看，都下不了手，都把以前的拿出来啊，重新再审视过，再重新整理过，真的，包括。跟他同一个家族的海水蓝宝、黄色绿柱石，还有这个摩根奶这个粉橘色的绿柱石，一起都上来。那整个来讲，整个这个绿柱石家族，对，它很明显的就比起，差不多在4年前就很明显的就有一段涨上来了，对不对？价格的差距。好，廖老师。我举那个 Q， 我已经举很久了。对呀，李老师讲那么多，对不起。我们今天想要讲八件，你快点好不好？对，快点。那个加速。我刚刚看了这两个物件呢，我觉得太小。你如果经过设计的话，因为你人其实一两个谁就睡眼睛起来，叫你要端庄。先叫先应。先修又修了。好，那看我们节目的那个来宾呢，上个月送了一批货来。全部重新改箱。其中有一个物件呢，这一个是一个翡翠，它大概只有2.5米的厚度而已，2.5米的厚度，但是它因为是玻璃种，
它下面的那个 K 金呢，把它镀成黄，大概就镀成玫瑰金的颜色，所以看起来有一些紫色。可是呢，它不够厚，就那么大片。旁边呢有三颗小翡翠，绿色的，戴在手上的时候很扁平，没什么意思。那我跟他讲说，好，那就用你的物件，用你的物件，我帮他设计了这个戒指。这个戒指呢，这个物件呢，因为你后面这边就好像是我们那个水果，你必须要有很多的地桃啊，嗯，哎，地桃去把它包覆起来，所以会让这一块2.5米的那个厚度会变得比较大，嗯，比较丰厚，因为它底部的 K 金要做圆状的，所以呢，一定要做高，这样做成一个戒指的时候才会好看。其他的全部都是它的物件哦，都是它的物件，我们就是改箱。那如果就你这一个祖母绿的戒指来看，它就是简单只有一颗祖母绿吊在那边悬空，然后呢那一对耳环是要送给媳妇的，以后又分两个，太小，我把它做成一个戒指，就一头鹿了啊。这一个呢是我们那个祖母绿，对不对？对，把这两个葫芦放在这里，就是那个耳朵，对，然后再有两只脚伸上来，其他的物件就用小的那些刚玉家族，把它做成那个头发啊卷发的样子，放在这个地方，你做成一个戒指，好不好看？好看，开心的不得了。就圣诞节快到了就可以戴。哎，对啊，有没有？头角蒸笼，对，福禄寿喜，对不对？很好啊，对。而且还真的还不错，让它个更大一点，哈，对不对？你现在就是在帮女儿铺路嘛，对不对？把它全部都集合在一起，那个给媳妇。不管哪一个是媳妇。你都得赚到了，真的都赚到了。今天是最后一件，它雕得很漂亮，是很明显，而且它又很放光。嗯，因为简单干净，它本身水头好，是厚度好，是适中而已。请见证。又来对了，我们都在挑这么大神，等你来开房。想开房插花摸一把吗？我们都在挑战吧大神 APP 等你哦。今天是最后一件，水头特别特别好，哎，很惊人，而且飘花，整个很精致。我知道你这个入手价不便宜，对不对？也是6-7年前买的。对，店家头店在店头买的，还是朋友开的？朋友开的翡翠店，所以应该至少价格上有保证啦。是，那时候买多少钱？它其实是一对，哦，一对。对，然后后来我有跟我先生一人买一片。是一样大小吗？一样大小，一样大小，飘花的程度也是一样的吗？一样，一样，同一个料，都一模一样，同一个料。他卖你多少？一对卖多少？还是这一个也可以？嗯，这一个买的22，这个就22，那个也是22。啊，头镶了几千块。啊，据说你自己设计的是一个天鹅，天鹅的头，所以先生的也是坠子头，也是天鹅的，可以对望，对不对？可以对看。哇，欸，感觉这 idea 还不错，水头买的很好。你当初这22万，觉得你自己也看节目看了那么久，你觉得为什么你22万愿意跟他买下来？因为我觉得称赞他一下，飘得很漂亮，是闪闪，而且它又很放光。嗯，因为简单干净，它本身水头好，是就已经它会放光了，对不对？你如果真的雕了太多，反而可能没有办法那么亮，就有点可惜。厚度也还可以，大小也不错，是，只是花22万买的，听起来有点惊人。因为刚刚我们发现很多物件买贵了，在后面这里，对不对？买贵了，这一件多少钱？我们来试试看。今天这最后一件，我们充满期待。你自估价给他多少？好，30，啊，30万，30万，这件他很有信心。你觉得30万 OK 吗？因为你自己有一个嘛，对不对？先生也有一个，你觉得自估价30 OK 吗？差不多，因为先生也有研究嘛，对不对？所以我说问他那一关准不准，差不多，我们就来看看有没有差不多。来，请见价，20万元。
实像这样的，像这样的一个哈，您说厚度够，是，其实它厚度哈是适中而已。嗯，当然不是缺点，是够了，但是它不是好到不得了。那我现在拿了一个跟朋友借的哈，那它不是说这价格我们就不要管了。嗯，但是厚度来看一下，它就显然就是稍微比较多一点点。OK， 然后它是双面雕，嗯，哦，然后它的水头也完全都一模一样。哎，真的哎，水头真的很相近，比较大。哎，有个特色哦，它的绿比较多，艳一点，对对，对不对？对。好，然后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价，哎，这个整体上来讲，当然就大小，我认为是差不多了。嗯，那这是跟朋友借了，专程就是不是来跟你打擂台的，只是跟你分享教学相长一下，对，建议的就他买的价格也就差不多这样子，真的，所以说这是最近的事情。 OK OK， 也不是说哦这个五六年前十来年前，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希望能够把真实的事情告诉你，而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去乱讲乱讲说啊这个我们说的就是不是这样子的，是需要有比较的。那比较是人家真的真金白银拿出来，那也真的有人成交，那我们就拿来做比对。那这样的事情就对你来讲就会公平，下一次您在选的时候就知道说哦我原来哦这个地方可能稍微不是闪失，而是我们可以再建议再改变一点啊，那这样的话对收藏来讲这路才会走得长远。那本来嘛，收藏就必须要有效益，对不对？对，不是效率，效率说哦，金贝和我杀了软贝，嘿不行，要效益。对，我们要得到好处，是好处就要多看多学习。对，真的，而且有时候看忘了嘛，或者是有时候重播的集数，你也可以看一下，就想说，哎，对，这个我家也有，哎，有时候突然唤醒几年前买的东西，所以就是多看，然后。当然下手的时候多分享，对，多分享，然后多交流多看，我觉得今天邱小姐就是一个我觉得买的还是很不错，对，谢谢，都是好东西，是是，的确是好东西，恭喜你，也是欢迎下次再来玩，下次再来，谢谢，谢谢。